Dota 2 skins and play on the following game modes. They have Jackpot, Crash, Roulette, Trade Up, and Hilo. All of these game modes are ensured with a provably fair system to ensure all of the games you're playing on are fair.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checking out Gamnom.com, make sure to check out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大家好，大家如果对我的卡尔奇景和精华有兴趣的话，可以订阅以下小频道，那里会有卡尔的视频。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给大家比个心。秀，秀，秀，喜欢秀，秀。牛逼！我点金手，不出我不出鞋子，出鞋子点金手会出的比较慢。走啊！小莫，你他妈是不是心理变态啊？杀一个中单，用上了掉线勾引术，放东西勾引术，还要外加一个开悟勾引术，还有 TP 勾引术，你他妈能不能做个人啊，小莫？可以，上上上，兄弟上上，兄弟上。谅你料事如神，也敌不过我手下的死士。别追身，别追身，别追身，追就行了，跟着我追。死了。皮是吧？皮啊！这个风暴弹好破呀，哥们！追风追到小黑，这个追波把小黑秒了，啊，潮汐大了。操你妈，真没死！追追追，开始也追。有黑吗？没有黑就算了。追风急了，有时。六，白天白天。帮我断一下，帮我断一下。没技能，没技能。不要要杀我，老皮了吧？唯我真的恶心。元素的精髓徐徐下潜，敌方中塔已被击毁。我 TP 骗不到影魔，因为这影魔这孙子，他妈的好上心啊！这个风行者人都没了，下刀吹风，拉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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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我天火可以炸 BKB， 天火是纯粹，有些纯粹可以打 BKB， 像黑鸟除了黑鸟，你像卡尔天火、丽娜大招，有些是不能打的，你像黑鸟的法球是不能打的，但法球挡到刃甲上面弹回来的伤害是纯粹的，纯粹伤。所以黑鸟这个英雄是比较怕刃甲的。我不要，我不要。你拿，你拿，我也不要。非常行。我刚才吹一下，是我害怕他就是跑了嘛，我就吹他一下。可以高。他们在追，他们打来了。
哦，对。电竞王靖宇，将军锤，三个完成。我有点上瘾了吧？完美大招，开不出刃甲吧？啊，开了出，应该开了出，刃甲应该开了出的。大招的刃甲优先级应该跟 BK 比啊，应该是开得出的，刃甲开得出来，刃甲能开，刃甲的优先级和推推风杖优先级不太一样，应该能开出来吧，我也不是很确定。反正羊刀加吹风的大招是破不了的，羊刀加吹风的连招是破不了，除非你出发弹，没有发弹你破不了，肯定是秒的，肯定能把伤害打出来。三杀 ，First Blood， 耶！渔民必死，你心知肚明。兄弟学中学呀！我操，好绝啊！
龙的深渊之河。布鲁冯特的无力声波，渔民必死，你心知肚明。就像一根火柴，暗淡寸断，你残存的意志已不足一半。哈雷克斯火葬魔咒，哎。哎，别怕呀，技能都丢完了，跑什么？死。是吗？那肯定是你们队伍里面血分太低了。被扫到，靠我 ！Go go go！ 开大！人马开大！哎，你咱俩开大呀！好，我的我的我的！他刚才没大，大差一点，没大了。兄弟，不是，这。天办完就这人就没了，至少没消失三个月，三个月版本不更新。走了，后面全是人，你看他们。小伙子把你帮挡住了，白左买红的，我死了，哎，他不买赢了这波团，我操，这个老逼他们买红嘎杀我。先走，先走，先走！不要卖盾，不要卖盾，先走一下，掩护这个。看一下，掩护一下，掩护一下。你们走，你们走。妈的，我操！我掩护队友，他妈把自己掩死，操！睡，就蹲下，蹲下，蹲下。我要买了，啊，直接推高吧，他夜猫那个没大的，刚好白天。走走走走走走。
走吧，已经这一路已经没了，没必要了。下吧，你推下吧，兵线来了。我打第二波，我不打第一波。先撤一下，没人拉过来，我推你。虚空的蓝我没炸到。敌人有大，先退一下。前面大没了。然后侧面看能不能切进去。小莫，我操！这你妈了个逼！啊，这他妈了个逼是个欧皇啊！我操 ！White beautiful。晚上。大家推他一下。夜猫没 BKB 没大，啊，没 BKB 没了。虚空。打死我！牛逼，你打死我！傻逼就是随雷逼，来可以动这夜魔，来，老弟啊，我第一个币没开死，他吸抬手太快了，差一下。啊！英语老师教我的英语啊！你妈谁教我的英语？英语老师啊！出个微光，别搞没坑啊！行。先出微光。我曾跨过山河大海，也曾过跨过人山人海。上吧。我曾经有明白这的一切，转眼间就飘散如烟。回去还得补，他出来没大招了，马上就白天了。我曾经失落、希望、失去，不用管我，我要被那个啥了，不用管我。屌你妈！这团战怎么这么难打呀？夜魔太大了。
狙击！之后再给啊，冲之前，除非他要框白牛。春风极冷，往上走，不要贴脸啊！注意一定要贴脸，你不贴脸他会跑的。有很多人放完一套连招，你说哎小莫，我的连招跟你差不多，我也打出了等级优势，为什么我杀不了？有些可能是你没有点他血线，他血线可能不太够。还有一种就是你没有贴脸，你要贴他脸的，一定要贴脸，你贴脸了他跑起来对吧，你才能追死他。我以为圣堂要来，所以我一直高了，保他！没出来，还好没出来，一下就死。因为你这个英雄啊，就缺血啊，什么都缺，好吧？我上去了，能跑就跑。一下撞俩哦。这个烂没有加羊的，因为我看他之前那个偷蓝偷的比较狠，而且这一波黑鸟换完技能，我肯定是要跟一下的，贴上我。吹风、陨石、天火、吹波打上，吹到两个，洗冷给到宙斯，再追一下 ，A 死了，看能不能还能不能追，追一下烂没有被锁住，有点追不到。杀不了，算了。哎，夜魔来了，大夫，抢了一个闪电符，加风脸，圣堂可以杀，给虚空，哎，来个 buff， 直接活活 A 死，宙斯不敢替 ，nice， 这一波，好吧 ，A 照一出，立马打了一波零换四的节奏，把队友打肥了，香啊！讲道理，我要是天赋不能跳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技能比较香吧，天火不能跳着点的话，我觉得技能就不香了。哎呀，靠，推得好远，你妈的！我没有算那个被推走的距离，这个需要我。哎，我的，我没跟上。我点死了。看一下技能，我好像没有什么技能。吹风加极冷，开下塔防，接冰墙，冰墙 A 火，给炮车上个灵动迅捷，然后挂一个火人，继续回家走。知道的。你去前面看一下，你去这边踩个雾啊。他是不是杀得过吧？我飞过去了。然后他死了。这一个是个无缝的推波，
接秒了。这位置应该有一点，上面应该有一点。我上去了，直接上去。哎，这失误了吧？没有失误，没有预期。后面去人了。师傅，感谢一下，谢我精彩，极了。对方，谢你寿司，大天火，再来个石头，只剩一个孽主了。我这个位置刚好能 A 到他，应该 A 不到我。回头打孽主，再给个石头。看到飞鸟了，飞鸟没有退啊，飞鸟不要打球，贴风贴起来，贴冰墙往后面走一下，贴极冷啊，空气点，给他一个空气点。夜魔上的流动陷阱，非常。哦哟，这夜魔这个屌逼！快快快，扣死扣死扣死！击鼓传花，飞起来，接陨石，接冰桥，没血了，往后撤一下，小心正常贴我。不错不错。夜魔二呀，现在玩夜魔的人很多的，都在玩夜魔。打完我不打了，兄弟，我要跟他们开三黑去了。好的，你们打，我待会儿肯定在带鸟。好，换个号是吗？我换个擦盘号。溜脸。啊啊！爽。